一下。但是，哎，那我们配的这个放料卷不是这个，放料机不是这个吧？开卷器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。我也不知道老地方要买哪一个。那这个也是配给西八局用的吗？啊，这个配开卷器也是配给西八局用的吗？还是说是、啊、这个是我司机用的、现在我不知道老谢当然要配哪一个给他、因为现在那边也有一个、然后还有一个普通的，那就是这种，其实这种它不用整平也可以啊，也没什么问题是吗？对，好了是吗？够了。